下一个战场，美国总统大选到今日点票大致完成，民主党阵营亦都已经宣布获胜。不过共和党阵营就未有承认落败，并继续指控表示大选被操纵。美国总统管理局局长至今仍然未签署文件，向民主党的过渡团队发放资金，说在选举结果得到确认之前，不会安排启动过渡程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亦都打破沉默，支持特朗普总统全力调查相关大选的违规指控。总检察长巴尔亦都已经授权美国各地的联邦检察官对今年总统选举违规行为的投诉和可能会影响大选结果的指控马上进行实质性的调查。特朗普团队又在各关键摇摆州提出各种的法律诉讼，在这些双方选票非常接近的州份要求票数重点，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击战从天而降，拉开了序幕。我问远在天边的美国好友麦斯达，他对选举最新发展的理解分析。麦斯达和美国党派的高层有深厚的交情和密切的往来，熟悉党派斗争的政治动向和脉搏。他不厌其烦地再三解释，我们都知道总统选举由全国各州进行的群众普选和各州议会内指定的选举人团的小圈子选举两个层次。11月3日举行的民间普选是在各州内的比拼，不是直接选出总统，而是选出那个支持你心仪的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团集体的名单。如果在那个州内那个党的名单获票超过 50%， 那就通吃那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在12月8日的安全港口日，每个州的州议会自行指定那个胜出政党的选举人团名单为那个州的正式选举人团。在12月14日正式投票，全国538个选举人团直接选总统。试想想，如果由于邮寄选票点算的延误，或者是计票纠纷，或者是要重点选票，又或者是因为法律诉讼而导致12月8日之前未能够有该州的计票结果，那应该怎算呢？又或者如果某些州份因为投票舞弊欺诈的指控、调查和诉讼而无所适从，最后任命一些疑似没有普选授权的选举人团队，那就将会引发一场宪政危机啊。我被麦斯达一言惊醒，跟住问特朗普一不认输，二发起连串法律诉讼，三叫司法部展开调查，不是为了翻大普选票，而是要打州里面选举人团的主意。下一个战场就是12月8号和12月14号，这个才是真的战场。麦斯达笑着说，有传闻说特朗普阵营正在研究怎样绕过州内普选结果，而在关键的摇摆州任命对共和党忠诚的选举人团，他会要求各州州议会行使其权力直接委任共和党的选举人团名单。特朗普越能够制造和保持选票欺诈的嫌疑，就越能够令州议会因为安全港口日期限届满而感到更大的压力而就范。共和党控制四个关键州的州议会，亚利桑那州州长都是共和党人，其他三个州州长是民主党人。假如由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不顾普选选票的结果而指派支持特朗普的选举人团，而民主党人的州长就拒绝签署该州选举人团投票的证明书，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然那要州议会里面共和党人配合才行，而特朗普现在就是为他们创造反扑的条件和理由。我跟住问，如果到了12月14号，全美各州的选举人团在各州议会投票直选总统的时候，法律诉讼或者是联邦司法部的调查未完结，而有些州份不能够提交选举人团投票证明书，后果会是什么呢？又或者是如果州议会
指定一班选举人团，而州长又指定另一班选举人团，搞个双胞胎的时候又怎算呢？太复杂了啩。麦斯达从容地接上，这些种种的问题原意最终都要等下年1月6号新一任的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的联合会议上面解决。这个就是特朗普的终极计划。不论结果是怎样，我看最后还是要在街头上面由持久的暴力斗争来解决。这场选举没有赢家，最大的输家就是美国和美国的人民。天佑这个伟大的美国。